基隆市长谢国梁罢免案成案之后，国民党陆空战齐发。那么谢国梁在18号就跟桃园市长张善政合体，往市场拉抬声势。张善政也为谢国梁背书，强调他是一名好市长，基北北桃更是一家人。另外，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在接下来也将在9月排班，一起到基隆在地助讲，力挺自家人。财政部也对于 NET 提出的申诉觉得显不合理，直接驳回。目前我们已经是4-0，法律战四连胜，财政部四度驳回 NET 公司异议。基隆市长谢国梁越说越气，星期天合体桃园市长张善政扫街逛市场，拉抬声势。我们基北北桃桃园，我们这一家人的感情能够继续下去。强调北北基桃四市长就像家人一样，而随着中选会宣布罢免案正式成案，蓝营全体党公职也全面积极备战。9月6号更举办顾梁活动，蓝营大咖谁会出席，成为关注焦点。邀请贵宾的部分是由我们党中央统一来邀请。因为那天我刚好要出国，我要查一下我的班机，如果我班机时间容许的话，我会来出席。国民党全面总动员，立法院党团甚至下个月要开始轮班到基隆在地助讲，在地的接讲也好，还是用任何的方式，大造势我们国民党党团的每位委员都很愿意加入，重量级贵宾是马英九总统啊，万安市长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相信他们一定也有很高的意愿。谢国梁罢免案拆梁顾梁交战进入白热化，蓝营总动员拼防守不改，掉以轻心。记者张文杰基隆采访报道。